通常卷完一只天鹅要多久的时间？3到5分钟。3到5分钟你就可以卷完一只天鹅了。对，这个是头哎。刚过来之后是一个小红帽的头。哦，头上有戴东西的那种女生的头，这一看就是要帮整个台南做一个很好的形象。小懒跟台南的古迹要融合，对，把女孩子踏成古迹的感觉。不，这次我被打了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。33披萨。